接啦。啊，你好，经理，这是我的资料，你看一下。哟，还大学生呢？啊，那你想应聘什么职位啊？经理，我这学的是行政管理。哟，行政管理什么意思？还想做领导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儿不收没有工作经验的，你走吧。经理，我看你们上面不是招的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吗？怎么，你大学生怎么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大学生，以为自己肚子里有些墨水，拽什么呀？不是经理，我这只是找工作的，再说我这条件都符合呀。哼，符合，你符不符合我说的算，我告诉你，我说行就行，我说要是不行立马给我滚蛋。经理，你看我怎么才能留下来呀？你看你们贵公司呀，也是本市数一数二的企业，这口碑挺好的，所以我才来应聘呢。哎呀，这看在呀你很有诚意的面子上啊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住了。经理，你说我这个人啊挺勤快，能吃苦，什么活都能干。哎呀，这些啊都无所谓，主要嘛，这什么意思啊经理？这意思你都不懂啊？那行，你走吧。不是经理，你看我这个人比较笨，你明说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真不开窍，想进来可以。这样吧，5000块钱。5000块钱？经理，这不是，这招聘上可没有这一条规矩啊。规矩？你跟我说规矩，这规矩我定的，我说了算。你要是有就给我拿过来，要是没有啊滚蛋。我说经理，我是看着你们公司口碑来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怎么能这样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挺横啊！我告诉你，想干就干，不想干滚蛋！这工作不受算。这陈经理这火还不小啊！这公司他说的算，这怎么了这？行，经理，既然你这样说，那我就走了。走就走呗，谁稀罕你啊？走吧。陈经理，怎么回事啊？董事长，你怎么来了？陈经理，你好大的威风啊你！不是董事长，我这不是教训新人的吗？他们呀不懂事。是吗？姑娘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老板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姑娘，怎么是你啊？你认识我吗？姑娘，你忘记了？几年前。看这事儿弄的，那个姑娘，你明天就能来上班了。啊，这你不是说的非要5000块钱吗？啊、这什么时候说要5000块钱了？你别瞎说啊！5000块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的，老板，他说来贵公司必须给他5000块钱，否则不能在这上班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秦经理，你这权力可真够大的呀。没有，董事长。我错了，这没有下一次了。你确实没有下一次了，现在就可以走人了。我们公司用不起你这样的人。董事长，你再给我次机会吧。滚。姑娘，今天发生这样的事儿真是对不起啊，没想到我们公司居然出现这样的人。让你见笑了。没事的，董事长，我相信这公司有你这样的董事长会越来越好的。你看
这当年你救我呀，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。这今天呀，你一定要我好好的请你吃顿饭。不用了，董事长，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，这碰到任何人都会帮助的。不行，姑娘，你的这份恩情呀，我必须得报。要不然这样子吧，我带你去人事部先办理入职手续，然后呀咱们再去吃饭。那行吧，董事长，那太谢谢你了，以后我会好好工作的。你不用谢我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喂，大帅，有事吗？翠花婶，你赶紧回来一趟吧，木藤啊生病了，住院了。什么？我闺女有病了？严重不严重呀？翠花婶，挺严重的，皇上需要动手术，需要20万呢。什么？动手术？20万？那行行，大帅，我知道了。那你赶紧回来啊。行，我这就回去。这怎么办呀？我闺女住院了，还需要动手术，手术费20万，我去哪弄这20万呀？在这儿等你们的，我不能干了，我闺女有病了，需要做手术，我得赶紧回去呀。这么突然啊，翠花婶，那行吧，这也能理解。翠花婶，你说你在我们家也做几年了，这突然走还有点舍不得。对了，你闺女做手术费需要多少钱呀？哎，我也舍不得你们呀，等我闺女的病好了，我还回来。哎，我闺女的手术费啊，我自己想办法，你们把这个月的工资给我就行了。行，崔老师，李佳，你去拿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崔老师，你啊，别着急。哎，没事，阿德，你看，我在你们家几年了，你待我真的像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。我还真的舍不得呢，要不是我女儿有病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走的。苏老师，这给你女儿呀看病要紧，这你女儿有病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呀。是呀。婶儿，这您的工资钱。行，没什么事，就走了。是，婶儿。你先别走。婶儿。这卡里啊，这10万块钱你先拿着，给你女儿治病要紧。立夏，你公司都要一个月你给我的过渡了，这卡我真的不能拿。仨人你就拿着吧，我不是说了吗，给你女儿呀看病要紧，这病啊不能耽搁。婶儿，我知道你闺女啊动手术肯定需要一大笔钱，这一点啊只是我们的心意。行，你们的心意啊我就收下了，这钱算我借你们的，等我有钱了一定还给你们。哎，行了，婶儿，这钱不钱的呀无所谓，先把你女儿的病看好要紧。是啊，阿朵，你这不是开着车吗，然后送婶儿回家。哎，行，谢谢你们。行了，婶儿，咱们走吧。你们路上慢点。知道了。阿朵怎么样啊？这事情解决了吗？哎，没有，这都借了一圈了也没借到钱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阿朵，我不是说你，你说你这当初不让你投资非投资，这下可好了吧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，这鲁蛋哥说那项目挺好的，谁让他坑我呀？当初我都说鲁蛋不是个好人，这下你信了吧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来了，你是？请问这是陈阿斗他家吗？啊，是，我就是，怎么了？啊，是你就对了，
我能进来说话吗？啊，好，进进进。阿朵，这是谁呀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姑娘，这您到底是谁呀？你们还记得给你们家做保姆那个邢翠花吗？我就是她的女儿。啊，你是翠花婶的女儿呀？啊，那你俩有什么事吗？是啊，姑娘，这翠花婶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？你说我妈呀，她这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今天来呀，就是代表她来还钱的。这多亏了您当年帮我们。要不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样子呢。什么？翠花婶生病了，这怎么回事呀？你没事吧？但是那个钱呀，不用还的。我妈她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年龄大了，这身体出毛病啊，也属于正常的。这个钱呀，我是必须要还的。你看当初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这你们帮助了我们，这滴水之恩啊，当涌泉相报。我的身体啊也好了，这些年呀，我做了一些小生意，也挣了点钱，这卡里呢有20万，就当还给你们的。20万，姑娘，这当初我们没有给这么多呀。是啊，姑娘，这个钱呀我们不能要，这翠花婶呀在我们家，我们呀已经把她当做亲人了。你就收着吧，这我妈呀，她呀已经把这里呀当成她的第二个家了，这钱呀你们收着，是你们应得的。那行吧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的公司也出现一点问题。这样，这个钱呀，就当我们借你的。这什么借不借呀？先拿着用急，以后再说以后的事。姑娘，你这个钱啊，送得挺及时的。不过这个钱该还还得还的。没事，这个钱呀，你们先用着，我现在不着急用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再给我打电话，我再想办法。行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这样，姑娘，我今天啊就不去看婶儿了。我先啊把公司的事儿处理完，等处理完了，我呀、再登门拜访。阿朵，什么别说了，你还是处理公司的事儿吧。那行，那我走了。姑娘，你今天忙不忙呀？你不忙的话，带着我去看翠花婶去。还好，正好我妈以前挺想见你的。那行，那咱走吧。谁知道